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《要健康就运动》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基础动作练习。在每个动作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会分解的练习。你可以先按下暂停，清楚的看好动作。接着我们会配合呼吸练习，再加上一点点小小进阶的动作。每一个动作你都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强度。最后我们在流动的练习，确认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有做到每一个位置都摆对，重心的转换有没有扎实。准备好瑜伽垫，跟我一起运动咯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猫牛式的练习。当我们在做猫牛式的时候，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你的脊椎要像猫咪一样拱背。可是当老师说拱背的时候，你不晓得你有没有坐对位置，或是有没有感觉到背是拱起来的。当伸展的时候，你的脊椎要往外拉长，这时候我们很容易是向下掉、向下垮的力气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把拱背跟延展的力量找出来。先借给我你的手，一只手放在胸口。我们做几次呼吸的练习。这个呼吸呢，吐气的时候你想象是叹气的感觉。当你叹气的时候，胸口是不是会向后退、向内缩？再做几次吸气、吐气，吸，想象叹气的感觉。同时，当你叹气的时候，头是会自然的向下垂，而不会往上抬。所以记得在做拱背的时候，下巴要收，胸口向后退，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个吸，吐。那我们在做猫牛式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上胸口在动，你的下腹部、你的下背也要跟着动。所以像刚刚一样叹气的练习，我们将一只手放在你的腹部，吐气的时候手稍微用力，把肚子向后推，吸气打开，吐气向后推，感觉到背是放松的往下。一样你可以想象叹气的感觉，吸气，先试着用嘴巴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，吐。找到身体之后呢，我们要找一下手的力气，将双手向前伸，两只手是要用力的往前推。所以如果你刚好旁边有墙壁的话，你可以把手掌心贴在墙壁的上方，手把墙壁往外推的力气，要感觉到你的手开始在用力。通常我们将手放在地板上，你可能会是放着，放松没有用力的。当你是用力推墙壁或是推地板的时候，手掌心会撑开，手臂出力，同时你会感觉到一个张力，是你的肩膀远离你的耳朵。想象你推着墙壁或是推着旁边的人，推的时候身体应该是远离的，而不会是我推，身体是靠近的。往外推，将身体远离肩膀，远离的耳朵。另外一只手也试试看向外推的力气。如果你悬空找不到如何施力，可以找一面墙，先把手的力量找出来，同时感觉一下你的手腕、手肘尽量摆在一个直线上，让我们的手是手臂用力的状态，而不是往前掉。我们先来到四足跪姿练习一下，膝盖放在臀部的下方，手掌心在肩膀的下方。先忘掉脊椎的动作，我们先来练习手推地板的力气，向下推，
放松，向下推，放松，向下推，放松，向下推。当你推的时候，你会有感觉到你的身体明显的远离地板，所以在做猫牛式的时候，身体要保持现在这个状态。接着我们来练习脊椎的动作，让身体来到高跪姿。还记得刚刚的叹气吗？放松的吐气，将腹部往内收，臀部有一点点向内卷进来的感觉。找不到力量的人，双手可以放在屁股的后方，你的手做一个圆弧的动作，把身体包进来，吐气，臀部包进来，腹部收，胸口收，吸气延展，臀部向后推着你的手，胸口打开，留意脖子不要太多的伸展，下巴微微的含进来。我们再练习一次，吐气，臀部收，胸口收，吸气打开。找到这个力量了，身体维持在这里，将双手直接放到地板，四足跪姿，身体远离地板，吸气打开身体，延展脊椎，吐气，腹部收，胸口收，下巴收进来。我们再做几次，吸气延展，吐气向内收，最后一个，吸气延展，吐气向内收。我们稍微停留，一样检查一下你的身体，看一下身体的形状是长现在这样子，还是第二种。如果你的身体是垮下来的，记得你的腹部要卷，我们刚刚跪着练习臀部有一个包进来的动作，臀部收卷进来，腹部收着，身体远离的地板。感觉一下你的背，你可以将一只手放开，轻轻的摸一下你的背，有没有圆弧的形状。如果你想要让上半身肩胛骨做多一点的话，手掌心的力气就给多一点，手推多一些。相反的，你今天想要伸展下背，就把臀部再卷进来多一点点。拱背确认好了，我们将身体延展打开，检查一下身体，像现在这样，还是另外一种。臀部的重心很容易在延展的时候跑掉，离开了原本的位置。记得屁股要在膝盖的上方。一样不确定的时候，你将一只手放开，摸一下你的大腿。如果是斜斜的，就表示向后了，应该要是一直线的位置。延展的是你的脊椎。第二个地方，背不是往下掉，而是往外拉长。最后脖子要一点点的收进来，不是这个往外折出去。我们顺着呼吸练习，用鼻子吸气，吐气拱背，一样鼻子吐气，吸气向外延展，吐气拱背。还有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确认脖子的位置，将你的眼睛先看到双手的中间，慢慢的看到垫子的前方，再向前，再向前，看到垫子的最远方，往上，再往上，一格一格的向上，顺着这个轨道回来，看向远方，斜下方，垫子的最远方，收进来一点点，靠近手，手的中间，看向腹部的位置，所以最多就是在肚子的这个中间的位置，不要太向后退，
一样呼吸吸气，吐气圆背，用视线确认，看向垫子，看向手的中间，看向腹部，延展向外，肚子的位置，双手的中间，向前一点点，垫子的远方，离开垫子，远方，卷进来，腹部收，吐气。除了猫牛的练习之外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很常加上手跟脚，我们现在也练习一下，将右手向前，左脚向外，你的四个脚被拿掉两个脚了，但是力量还是要保持着，让手脚轻轻地离开地板，吐气收，圆背，膝盖跟手肘靠近，眼睛看着手，向外延展，远离垫子，向上提，卷进来，吐气，吸气延展，远离垫子，向上提，最后一趟，吐气，吸气延展，远离，向上，手跟脚放回来，相反另外一边，点着地，往上提，吐气卷，身体收，吸气延展，一段一段的远离，向上，往内卷。这个时候手跟脚都不用很高，想拔河的力气向外拉长，最后一趟卷进来，吸气向外延展，手跟脚放回来，回到跪姿，将身体放松，左右动一动。我们来到轻松的坐姿，放松一下身体吧，将两个膝盖打开，将双手放松甩一甩，在做猫牛式的时候一样，手的力气也会用到很多，所以你可以把手放松，手握拳再打开，每一个手指头都活动一下，相反边，将手绕圈，慢慢的向上，再向下，感觉一下你现在的身体，做几次叹气的练习，深呼吸，嘴巴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是不是有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脊椎在动了呢？吐气的时候背向后，身体向后，吸气打开，再一个吐气，吸气，将脖子活动一下，看向右，看向左，双手臂往上扣在一起，向上推，身体轻松的向右向左摆动，我们做绕圈，经过右边，前面的时候嘴巴吐气，背往后，左边向上，相反边向左，经过前方，背向后，右边往上，双手放松下来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刚的练习，身体的感觉如何呢？每一个基础动作，每个入门的动作都很重要，将地基打好，接下来的练习就会更扎实，更有效果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